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。大家好，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。恭喜风灿传媒 FTNN 创立满周年，希望风灿传媒继续秉持新闻专业，让台湾社会多元的声音被听见，持续公正报道真相，成为民众最信赖的媒体。透过全方位的新媒体内容，开启对话的正面力量，带给社会大众双向的互动与连结。再次祝福风灿传媒一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风灿传媒 FTNN 生日快乐！祝风灿传媒生日快乐！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感谢有你。